深圳湾大桥上如果只看到一个竹牌，那么我会认为那是猴哥在寻找师傅。但是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竹牌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是养猴的猴牌。我好害怕我在拍这个深圳的古城遗址的时候，手机会掉进去，一下子穿越到460年前了的明朝，那我找谁要手机去啊？户外电梯，香港为什么经常见到？因为香港很多建筑是在山体和坡底上，形成不同高度层的建筑群和小区，所以需要电梯来接续。深圳太有福气的一棵树，我看猴哥都得羡慕他。猴哥只有一根金箍棒，他却有这么多根。他是在哪？就是在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华强北的一棵树。过马路，深圳也有提示声，不过和旁边的香港不同，采用了比较小的音量，使用的范围好像也不广，毕竟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习惯。